太细的神经割掉，会不会比较睡得着？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，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。把太硬的脾气抽掉，会不会比较被明了？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，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，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，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，尽管叫我疯子，不准叫我傻子。把太硬的脾气抽掉，会不会比较被明了？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，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，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，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，尽管叫我疯子，不准叫我傻子。魔鬼中的天使，选调 C 调。这首歌的和弦有 C、D、M、E、M、F 大七、G、A、M。节奏型也都是前面学习过的，主歌分解，副歌扫弦。分解有六三二三类型。还有六三二三一三二三类型，扫弦还是第一拍下下，第二拍下下上，下下下下上。细心的同学可以发现，其实学吉他并不是学什么歌就只能弹什么歌，这首歌其实根据前面学习过的内容就可以直接弹，这就是学习方法。